我奶奶是惠安女，我妈妈也是惠安女，我也是惠安女。呢种头巾质感，轻轻地夹在手，真优美的夹在的海天之间。大家都说惠安女是福建的三大渔女之一，我们惠安女也是海的女儿。零零六六，你的下巴所打到岩花的礁石。娶到老婆以后，就是把所有的福气都带到我身上来了。他们做事干活起来的很细腻，很有责任心，又很单纯，很可爱的一面。以前在红门的沙道中，你成了红军，也成了团军。我提来给我跪了得啦！啊，你安尼跪了好势。对，妈妈是个传统的惠安女，我爸爸原来是一个外派船员，他常年是在国外。那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落在我妈妈的身上，她要抚养我跟我弟弟。那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要告诉我们要坚强，就是像我妈妈给我做的新年的礼物那样子。人生就像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但是一定要坚信我们有战胜困难的一个勇气。我新年的愿望是让奶奶得要快点好起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阳楠楠。特别细腻，就近看他真的好厉害。希望你喜欢。谢谢谢谢，太有意义了。这次非常开心，依旧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去分享美好给大家。整体就是希望大家看到了之后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想要回应给音乐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表演，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